北京时间8月30日凌晨3点，希腊超球队塞萨洛尼基坐镇主场迎战葡超老牌强队本菲卡。塞萨洛基尼1-4负于本菲卡，两回合总比分5-2晋级欧冠正赛。由于本菲卡晋级，上届亚军利物浦则继续留在第三档，第一档是上赛季欧冠、欧联杯冠军，加上欧洲六大联赛西甲、德甲、英超、意甲、法甲、俄超的冠军，其余球队则根据欧足联积分分档，分档结果如下：第一档，皇马、马竞、巴塞罗那、拜仁、曼城、尤文图斯、巴黎圣日耳曼、莫斯科火车头；第二档，多特蒙德、波尔图、曼联、本菲卡、那不勒斯、顿涅茨克矿工、热刺、罗马；第三档，利物浦、沙尔克04、里昂、阿贾克斯、莫斯科中央陆军、摩纳哥、瓦伦西亚、埃因霍恩；第四档，比尔森胜利、贝尔格莱德红星、布鲁日、加拉塔萨雷、国际米兰、霍芬海姆、伯尔尼青年人。雅典 AEK 欧冠小组赛抽签时间定于北京时间的8月31日0点，本赛季欧冠决赛将于2019年6月2日2点45分在马德里竞技的主场外达大都会球场进行。负2018-2019赛季欧洲冠军联赛全部赛程北京时间小组赛第一轮9月19日和20日2点45分第二轮，10月3日和4日2点45分第三轮，10月24日和25日2点45分第四轮，11月7日和8日03、45第五轮，11月28日和29日3点45分第六轮，12月12日和13日03、45要六强。抽签将于12月7日进行，首回合2019年2月13日、14日、20日、21日3点45分四回合，3月6日、7日、13日、14日03、45八强。抽签将于3月15日进行，首回合4月10日和11日2点45分四回合，4月17日和18日2点45分半决赛。抽签将于4月19日进行，首回合5月1日和2日凌晨2点45分次回合，5月8日和9日凌晨2点45分决赛，6月2日02:45万达大都会球场。